你要注意，没有聊天的空档，好吗？首先你要注意你的牌面，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笑容，蛤蟆甜美的笑容，以及你的歌词，好，不要唱一唱忘记，然后你的大小声，你有这么多事情要做，还可以聊天，真的可以。好了，接下来两首，我们是唱《神真美好》跟《哈利路》，这两首非常像，因为都是一直变奏。神真美好，还记得和声吗？忘记。